子时五分的时候，在猫屿外西南方18.9海里处，那发现这艘5吨米的大雾鲫鱼船，那有广播数次叫它停船，大家都置之不理。那本艇决定强靠上去之后，发现它上面的构造研判，它应该是运补船。那个大陆渔船他们在服季休渔期结束之后，通常都会过来我们澎湖海域。那我们本队执行护泳专案，那加强海上的巡逻强度及密度。那针对这些的大陆渔船，对上也是有加强的方式，然后要取缔他们越界捕鱼的情势。那至于这个大陆的运补船，那杜绝他们补给之后，他们的捕鱼的船只就相对的会减少，这也是我们护泳专案的政策之一。